的要想清楚，养小孩和你以前养那些蚕宝宝、黄金鼠不一样。我知道，再9个月就要当阿姨咯。好啦，小孩生出来我一定会帮忙顾，但重点是你要确定嫁给他不会后悔。我确定，在南部读书的时候都是他在照顾我的，而且脾气个性都很好，重点是他拥有模特的身高，阳光型的外表，很 man。 哇，好啦，你又就对了。废话。失败。是我啊。哎呦，失望哎！哎呦，这高子口胖嘟嘟，哎呦，高嘴耶！哦，姐姐啦，哦，你好啦，哦，我叫金家勇啊，啊，大家哦都叫我阿勇的啦，哦，啊，我的身高哦有178公分啊，是属于那种 model 的身高啦，有升学，对啦对啦。啊，我的星座哦是天秤座哦，啊，个性哦非常沉稳，充满着魅力啊，充满着魅力。啊，虽然呢、啊、我属猪啊，但是哦我一点都不懒哦，一点都不懒。没有没有哦，啊，最重要的是哦，我是哦 O 型啊，什么协议哦都能输啦。啊，姐姐啊，你莫气馁，我可以输给你嘞。你在讲什么东西？啊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啦吼！啊，以上吼报告完毕了吼，那还请姐姐请多多指教哦。为什么跟你讲的都不一样？一有二有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哇，还好哦，我有准备。哇哦！来，坐坐坐。吃这种东西都用筷子啊？我们是南部的小孩嘛，对不对？用筷子哦，比较习惯了。啊，但是这个哦，我们好像吃不太饱哦。还好，我又有准备了哦。真是贴心。嚯、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哦，我们家哦，猪几包的肉粽啊哦，放到见面礼啦。我不要，谢谢。你不吃哦？哦，啊，刚刚好，我喂你吃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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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怎么样？很讨喜吧？什么东西都是讨厌。姐姐跟你说，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以后会很辛苦。嗯，就这样，你放心啦、啊，你小妹跟我在一起哦，一点都不会辛苦哦。是你的粽子。哦，什么歪题？你要怎么照顾一个这样子？然后你男朋友就要找像姐姐男朋友一样的聪明绅士，你还不太懂他、啊。嗯，姐姐，我都听到了。虽然我歪头歪脑，但是哦，我会 say 三洗衣，叫做 wash and clothes。clothes。哦，对对对 ，clothes 啊，我还会煮饭，出门叫做 open cooking 哦。啊，我算是哦十项全能。这样子把小孩拿掉，姐姐觉得不行。姐姐、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插个嘴啦。虽然我们意见不合，但是我们就用一个最公平的方式来决定。我们投票。谁同意结婚的？一二三，请举手。一二三，举手。另外一只手，另外一只手。姐，我跟你说。是真的对我很好，而且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我跟我一起在台北打拼啊，而且他要先住在他哥哥那，哥哥。哎呀，我忘了讲哦，我叫金家勇，金家勇哦。啊，我哥哥哦，他会兄弟都一个样。哎呦，不一样哎，我哥哥哦，他有英文名字的，他叫金家旭，叫嘉旭啊。金家旭，哎呦，不是嘉旭哦，是嘉旭。